爸爸。爸爸。哥。你是回来要创啥？爸，我是回来吼，想要来甲你看一下。啊，我有寄一条迄个信封，唔知你敢收到？亲，对啊。天气。爸，你慢点啦。爸，这是我伫这几年伫外口辛苦赚来的钱。虽然钱无多，不过我想要三节给你友好，你收起来好不好？我早我都跟你讲过，你这款不明不白的钱，我不爱你。爸。爸，借问一下，有人伫个无？什么代志？干啥来？请问一下，这有一个黄文兴先生无？我就是。你就是？你就是这场故事顶头这个通缉人犯。歹势，我是希望讲今仔日你会当真老实来面对这个法律问题，吼、哦？啊，有啥物话紧讲讲的？连伊。带我回到警察局。爸，多谢。紧的啦。爸，我的钱内底有一张批，我知影你袂看啦。但是你花一点仔时间，我来念予你听，好无？因为有你，我才有法度来到这个世界。我所有的一切，拢是你给我。自细汉，我真想要接近你，但是我嘛真惊吓，因为你有做老爸的威严，所以我一定敢亲近你。虽然咱是住在同一个厝内，但是咱的心敢亲像真遥远。我知影你伫事业与生活上受着真侪压力，你这一世人拢无享受过啥物。我平常嘛罕咧看你，你有你的轻松的笑容。为你的身上，我看到咱查甫人的孤单甲悲哀。我想进来的人是你，你的骨力顾家、友好、勤俭、正直，拢是我想要学习的优点。你跟我讲，一个查甫人爱有责任感，不过我有我的想法与理想，你总是爱我照你的话去做，照你安排的路去行。就连我想要去外口打拼，你嘛唔肯，惊我交着歹朋友，会学歹，会向骗。其实，即摆对你讲这嘛无路用啊，因为已经用通知啦。一个世，一个世界咧要相拼，这张牌，我希望你会当快着，你会当感受到，我并无后歹，我伫外口咧打拼，嘛是照着你教我，骨力、经验、正直，努力做，身上内底的现金。是我伫外口赚来千千百百的钱，虽然无多啊，不过就是我欠长内都所欠落，
法，我来求求你教我。我用我查甫人的肩胛头去承担我所犯的过错，我要来去自首啊！你慢慢来看我，我该做的代志，我家己负责。爸，我要来离开啊！我先给你。